我自从养鸡之后，我的手都出现了富贵手的现象。Apple 手机的指纹解锁，我原本大拇指可以，现在我的大拇指已经这样很难对焦哈，已经这样被切哈，已经几乎没有指纹了，我的手大拇指无法解锁。那前几天，昨天晚上用酒精擦手机的时候，手碰到了酒精。然后这里一个伤口就开始闭塞，就开始有一个伤口就很痛，然后开始肿起来，然后皮肤变得很紧绷啊。今天晚上的时候嘞，就看看，就手指头这样一弯流血了，然后痛，然后我就想要怎么办？刚好最近读到酵素的书，哎，在这之前我也抹了美宝药膏的油，可是就是它肉复原没有那么快，所以还是痛肿不舒服，然后整个手还是有一种紧绷感。然后我就用那个酵素，我想做洗碗，然后我就酵素刚好自己有做，然后也放3、4个月了，我就拿出来稀释1:1。有一些人会用原液，那这是乐素坤博士。发明的酵素，他把比例那些都放在网络上，然后都宣传免费，然后我就自己做的，我就泡，哎，结果手不痛，然后我就泡一下，想说待15秒，我就去洗碗，洗完之后回来又泡，然后发现说，哎，手消肿了。是用美宝还有用椰子油，之前这个手的紧绷感都在，自从泡了酵素之后。就是刚刚而已，就是我今天只泡一次，这第一次泡，我整两只手的手掌的紧，那个紧绷的感觉都不见了，然后这个消肿了，然后也没有流血了，嗯。